他的主播画面上是终极人过去与消防队友的合影，脸上笑得相当灿烂。屏东科技园区大火夺走消防员性命，而隶属屏二分队的终极人从小就立志当消防员，高中毕业报考后就一直服务至今。过去与他共事过的同仁也都夸奖他十分优秀，几乎每年的考绩都是甲等。如今葬身火场，更让同仁相当不舍。先带您来听一段消防队员的最新访问。在主管的眼中呢，他是一个好部署；在同事眼中呢，他是好队友。印象中他是一个话不多，但是会默默做事、默默耕耘的那一类人员。那分配给他的任务呢，他都能顺利的完成，哦，不用其他队友去烦恼、去操心。事发当时，终极员是第一批进入火场的队员，没想到一开门就发生爆炸，导致仓库坍塌。直到凌晨被发现时，已经不幸罹难。终极人父亲23号上午面对媒体访问时，强忍悲伤，更直呼非常心痛。以上是我们掌握到最新状况，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